哟，我是老威，今天要来开箱的是1:20的组装 PVC 生死格斗的侠。当初呢，他在2004年出过第一次1:6的比例，不像我们现在今天要介绍的是1:20。当时的 PVC 呢，就是涂装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图片，就是而且不管它的皱褶、动作，感觉就跟今天的 PVC 其实等级是差不多的，同一个这个膜啊。他大概出2004年出过，2018年出过，现在2020年还在出一个更新的版本。老威在这个生死格斗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完完全全 pass 了。最后知道的就是他打排球跟各种沙滩比基尼的故事。沙滩排球这个完完全全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，然后后来还有出了 VR 的版本。VR 版本大家就只能拍照跟看而已，但是其实就非常的开心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个1:20的系列，就不知道说它，因为它号称是组装的版本，它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，但是不知道说它是有分色组装呢，还是就是像 GK 一样的白膜这个样子，我们赶快来开一下吧。而且这个它之前有出过一个白色的版本，非常小，大概就像手掌那么，就可以放在手里面那么大。一款呢会出到黑色跟白色两个，所以老威非常觉得说，如果它真的是像 GK 一样完全白膜化，它就没有必要出黑色跟白色，因为基本上全部的颜色都要自己上，大家一定会非常有兴趣，一定是有分件的组装，只是不知道说它组装的程度到什么样。我们赶快来开一下吧。这个卖800块钱，就觉得说，真的是、马上就要来打开了。我们紧张紧张，看一下它到底是开起来会是长什么样子。哇，看到了黑色的板件了，它居然是分色组装哎，分色组装，它不是 GK， 它光这个后面的牛皮纸板啊，大概就占了一半的重量吧。哇，它的腿真的是非常的小。他腿大概只有手，这1:20嘛，真的是非常的小。我们就想，老威身高180的话，除以20，哦，这个那以这样来讲的话，这个腿还大概有大概将近5-6公分，算是蛮长的。这个应该是胸罩吧？哇，大家有看清楚吗？这个胸罩不讲，我还以为是钢弹的天线。哇，他的皮肤跟兽屋有拼的，就是一样做的非常的精致。这个应该要非常有技术才可以把这脸上的像本人一样。那、再来就是看一下这个胸部的部分了，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胸部吗？真的非常的小啊，真的是非常小，非常那个可爱的一个商品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啊？我这边是有一些人有买啊，所以。就觉得说，真的，因为他们本身都技术都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买之前有一些人订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个可能需要很强的涂装技巧，你可以吗？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他们只买来速组或买完成品而已，他们一听到这样，然后做了一下功课，就马上就打退堂鼓了。说明书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，就是薄了点，哇，就这么一页而已，好，这个。这个应该是贴纸的部分吧，另外一面才是组装的部分。好，也没有组装的部分。好哦，那它组装要怎么组装啊？完全凭感觉吗？可能组装也不难啦，因为老威看到这样一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说明书看习惯了，没有那种。手把手的教学我还真的不是很会组，但是就交给那些买的人他们自己来想办法吧。简单开箱看到这边，大家觉得这个是你们能力能做得到的商品吗？我觉得如果真的做起来，然后能够做得像图片这样的话，真的是老魏给他比个赞，真的是高手，真的太厉害了。